被称为是什么？有道什么？明居，有道明居，这是也是上天派下来的哦。来，经过三皇五帝之后呢，来到伏羲。伏羲，我们讲伏羲，伏羲，我们都说伏羲一化开天，对不对？伏羲开始有这个天地，他跟前面的那七位火合成八方，就八位。好，然后伏羲化。